我人生里做过最疯狂的事，是你。岳老师，你为什么会来花莲啊？你在这里很安全。你有新朋友吗？不缺朋友。他就是那种看到红灯会停下来，看到绿灯才会往前走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做那么坏的事情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什么坏事都还没做，就被女生说做坏事情。你会交到新的对象？新对象有点太多了。我那几天很常梦到你，看连续剧都觉得告白好像蛮容易。转身过后，心动的是沉默。我没办法，我不能。谁没有不堪的过去？假装没发生过。我们曾拥抱。哎，你是不是在谈恋爱？他是要做大事的人，不要跟他玩。不要以为你是老师，什么都可以教我。我只想要让你知道，我对大家唱的那些歌，我只想唱给你听。有种血，就舍不得，有种心心如刀割。是一个好人，在你身旁，你都会想要成为更好的人。留下这心痛的，这属于你的情歌。我就知道，我的人生里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。